又续毛，欢迎来到今天的如麦发声。如果麦快发声，这种事，嘿，没错，又到了每个礼拜的如麦发声啦。今天如麦发声是什么呢？我想变女生，不是，我想把其他人变成女生，没有错。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把所有的动物，应该也没有所有啦，把部分的动物变成女生。今天呢，会把七种麦块里面的生物变成女孩子，你们可以猜猜看哪七种变成女孩子哦。那如果有其他你想要变成女孩子的，这样讲好像非常奇怪。如果有其他生物你想变成女孩子，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哦，说不定之后可以出个女孩子系列。至于呢，要怎么变成女孩子？为什么后面起雾了？至于要怎么变成女孩子呢？今天我拿着这个武器，不是这个设备，神秘转换器，它可以把所有的生物变成女孩子，变成可爱的妹子吧，嘿！然后我就把它拿起来，你们看到吗？它上面有个可爱的妹子图案哦 ，OK， 像是前面这头猪，对不对？我们就可以过去。猪猪你好，我想把它变成女生，就对它按右键。完了，它拒绝变成女生。它拒绝变成女生，不要怕，不要怕，变女生，它就变成了我们的猪猪妹子 ，OK， 哇，她的屁股很大，很可爱耶，可爱的妹子。那至于这妹子有什么功能呢？我们可以右键她，可以拿到一个猪猪大炮，猪妹会给我们猪猪大炮。不过呢，如果要拿到她的东西，你会发现我们的爱心就会少一个，没有错，我们拿走女生的东西就会少一颗爱心。那如果拿越多，我们的爱心就会越少。那至于我们的爱心要怎么增加呢？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以上就是今天如麦发誓啦。除了如麦发誓之外，你们还知道哪里可以变成妹子吗？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CODM。 现在 CODM 正在跟少女前线联动哦，联动回归啦。在 CODM 里面可以拿到会跟你说话的枪。哇，我先中枪指揮官、ありがとう。これからも頑張ります。他还跟我对话，太多人了！快拿着你的爱枪上战场，让敌人灰飞烟灭吧！哈，有了！现在玩决胜时刻 Mobile 有机会拿到11把自带语音的痛枪 ，ACR QQ 9。就 Type 25，快把他们抱回家吧！好，那马上开始今天的如麦发誓吧。我们今天拿到了一个猪猪大炮，猪大炮应该是要射东西吧？哇哦，太多了吧！我们食物不缺了，然后我把我的树炸掉了，我没有树了啊！旁边一大堆树，我们可以去挖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生物变成女生的就是我们的猪猪，还变成猪妹哦。OK， 那剩下的五只，今天好像是七只的样子。那我们剩下的6只是什么呢？我们等等就知道啦。太多了吧，太多了吧，太多了吧。有了石头，我们拿到了石器时代。我们看到一个成就，我们拿到了就会发现，我们的血量好像又增加了一个。没错，我们的只要拿到成就的话，我们的血量就会上升一颗爱心。所以如果我们换东西换太多没有爱心的话呢，我们要需要结一些成就来增加我们的血量。OK， 有了，我们又获得一个获取神奇的成就，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的爱心到了第二排。好，今天的目标呢是打败中介龙，然后把所有的不是所有，把七只生物变成女孩子。我们已经变成了一只猪了，那羊有没有呢？羊好像没有哦。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我觉得羊可以变成女孩子啊，那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说，你想让羊变成女孩子，并且让它可以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像是羊的吃草机器啊，或者是羊的羊毛机器， I don't know 什么效果，
什么设备都可以交给你来决定，说明之后的变成女孩子系列呢就会由你来决定咯。 OK， 我们继续吧。哎呦，蜜蜂，哎，蜜蜂不知道变成女孩子啊，兔子，哎，兔子不知道变成女孩子会是怎么样子。那今天呢会是挑一些比较基村庄比较基本的一些生物来变成女孩子哦，所以我们下一个要找的是鸡，哎，下一个是要是 chicken， 不知道有没有啊？我们村庄应该会有一些鸡吧？有了，有鸡了 ，OK， 刚好把鸡变成女孩子吧，变，哎，好可爱哦，哎，它还是小只的。还是二头身的，好可爱哦。OK， 这就是我们的鸡妹，鸡妹给你一对翅膀。OK， 哦，我们就又扣一颗爱心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只要努力的解成就，我们的爱心就越来越多。好，这是一个饮料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喝吧。哎，我刚拿到翅膀哦，他真的是给我一对翅膀哎。哇哦，翅膀，我可以飞。不过我是不是很容易死掉？有点危险，而且我们没有烟火。下一个呢，刚好旁边也有铁巨人哦。这个这次的变成女孩子系列呢，村庄都会有哦。猫咪好像没有哦，所以如果猫咪的话会有什么技能？你们觉得呢？哎，想一下，猫咪的话，就交给你们决定了。我先把铁巨人变成女孩子吧，变，有点。瘦，他是不是有点瘦啊？他手臂好瘦，我以为他会壮壮的，但其实超级瘦，这个腰身都出来了。OK， 铁巨人给你一个硬邦邦脑袋。OK， 只要有这硬，小孩干嘛？小孩走开！只要有这个硬邦邦脑袋的话呢，我们的盔甲冲到几？牛有吗？牛好像没有，对不对？哇，牛的话给我们牛奶吗？这样是不是怪怪的？但没关系，我们有硬邦邦脑袋之后，我们的盔甲就会提高，而且还可以搭配翅膀哦。对，我们的翅膀呢可以有这个集气筒，我们只要蹲下来的话就可以集满气，然后再按下跳，就会飞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飞起来了哦。我们就不需要烟火，蛮方便的。不过只能你知道短暂的飞行一下，如果没有烟火，还是不能继续飞嘛。然后如果硬邦邦脑袋的话呢，我们就能冲下去，硬邦邦脑袋哦，非常棒哎！除了可以加我们的保护力之外呢，我们可以搭配我们的翅膀做一些你知道脑袋攻击，还蛮可爱的。要晚上了，去睡一下觉。啊啊！不小心炸到了，对不起，对不起，拍摄这个床，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早安，干嘛干嘛？啊，你怎么？你干嘛？玲珑，啊，怎么一起说你变成女生？啊，干嘛？你干嘛 ？OK OK， 没有错，我们的村民演的变成女生了。我们只要拿着这个转换器，哎，对着我们想要变成的村民按下右键，他却变成女生。哎，小孩子也能吗？啊，小女生。OK OK， 而且他一直跟着你，是不是？是不是想体验被女生包围的感觉呢？哎，我们要去找更多的村民，变变变变，你看就会有好多女孩子包围我。虽然是村民女孩子，而且还穿着学生服，有点可怕，有点可怕。那个，救命哦！救命哦！是不是要逃走了？再见再见，后会有期。快走快走，拜拜！哎，有个地狱门哎，震烂了。看一下哦哦哦，是没有打火石，太棒了，我就不需要这个了。哎呦，看到个东西哦，直接飞下去，直接飞下去！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喂喂喂！
直接飞太下面了。不过我们有铁钉了，哦耶！铁钉铁钉，啊，钻了钻了，有了有了，有没有铁钉了？有铁钉就可以解到我们的来印的成就，应该可以吧？我们就可以多一颗爱心了，我们就有11颗爱心了。来印的，有了有了，然后把它做成水桶，刚好旁边有水，捞一下。僵尸，就这么刚好。僵尸，我要把你变成妹子，过来。我把他打死了，我把他炸开来了。不过没关系啊，还有其他僵尸，僵尸变成僵尸妹子了，你也变成僵尸，僵尸妹子。OK OK OK OK， 这个僵尸妹子就比较就……等一下，怎么会有其他的？我没有盾牌，我没有盾牌，但是我有硬硬头盔，你也打不到我。嗨 ，OK OK， 没事没事，哎。看一下僵尸妹会有个僵尸手手，哎，换到个僵尸手手了。我看一下僵尸手手，我觉得是攻击人的，我们刚好有酷攻来打他，打他，哦，直接把他咬死。等一下，直接把他咬死，为什么变成僵尸？他有代价了是不是？等一下这可以用，这个就不行，这个就不行用这个了。僵尸不能，僵尸手手，僵尸手手免疫。哇，走开走开走开！我们只能打不是僵尸的人用僵尸手手，如果是僵尸的话，就要用一般的去打他，不然就是要把他变成妹子，把他变成妹子就好了哈。对哈，你们怎么那么聪明？把他变成妹子就好啦，有更多的僵尸代表什么？更多的妹子。好，我们现在有几种，我好像变了四种，对不对？有猪的猪猪大炮，然后铁巨人是硬邦邦脑袋，然后鸡是翅膀，跟僵尸嘛，僵尸就是僵尸手手，然后我们还有村民，一个只会跟着我的村民，好险我把他们都甩掉了。然后还有两种，剩下的两种呢就必须到地狱去看看咯。蜘蛛不要过来，蜘蛛我僵尸手包，然后再把他们变成妹子，妹子，妹子，哈哈哈！有了岩浆池，哎，挖到岩浆池了，有了，耶、yeah, ！我们来到地狱了，哎、欸，我们现在已经有12颗星吗？然后来到这边就13颗星了 ，OK， 我们来到地狱了，我们先记一下坐标。好，那差点被岩浆烫到，不过没关系，我们有飞行道具，然后只要不要碰到岩浆，应该就是没事啦。我们在垃圾地点啊？怎么在垃圾地点啊？不过东西应该在那一边，如果照这个算法没错的话，我们要往这边走比较有可能。我们接下来要找一样是猎人使者嘛？哎、欸，刚好有安德哎、欸。我们顺便去找一下安德好了，安德，哎，干嘛？干嘛？等一下 ！Oh my god！ 这边怎么会有洞啊？走开啊！安德，安德，我要把你变成妹子。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安德先生啦，欸、嘿嘿。安德先生，你好。还有个中介工具。中介工具有一个斧头，又有一个镐子的样子，是可以挖东西，是不是？等一下，我可以挖远距离的东西。Oh my god！ 有了有了，啊，有个中介人猪才一个，嗯，看来我们要慢慢收集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哎、欸，其实好多好多中介使者，我先在那边慢慢收集好了。哦、啊，有了有了有了！哇，看到了看到了，烈焰使者！哦，我们又多一颗爱心了 ，nice！ 可以补一下血吧？感觉等一下就可以补一下血了。有了，我们家在哦，就在旁边，运气非常非常好，把你变女生。烈焰，哇哦，燃烧的妹妹。我刚会拿到火焰靴子，火焰靴子把它穿上去之后，就可以，应该是抗火了吧？就可以抗火了吧？是抗火吗？拜托抗火！
我，他是不是打不到我啊？哎，你还打不到？抗火！哎、欸、嘿，我抗火了！哎、欸，我还有僵尸手手，还把他咬死了，把他咬死会掉那个吗？哈哈，哎，他有掉链杆吗？我好像没看到哎、欸，哎、欸，就走，谢，僵尸手刀，啊，掉链杆吗？是我运气太不好吗？我刚刚中间珍珠运气太好了是不是？哦，对，我中间珍珠收集完了，我还掉好多，欸、还有披风哎、欸，不对，这是他的头发，不是披风。哦，完了，怎么遇不到？真的要把他打死哦！有嘞，打死就有了哇！看来我们的僵尸手手不能打烈焰使者，我们只能拿去打中介龙了。中介龙应该是可以吧？有了八根了，可以哇！九根钻烂 ，OK， 我们可以回家了。然后我们有这个火焰靴子的话，除了可以抗火之外，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先逃一个地方。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还可以，哎，走在岩浆上，我们可以走在岩，哎呦，脚都要渗进去了，走在岩浆上，啦啦啦啦啦，对，我们可以自己回去了，回去，哎，怎么没有回去？我们要趴一下是不是？啊，等一下。不是，我不是说你趴，等一下，哎、欸，走开了，下次就把你变成女孩子哦。我们趴一下回去，趴，哎、欸，回来了。不过我们好像来错地方了，应该是趴这边才对。哎、欸，我们回来了，我们的表世界叫表世界嘛，就是一般世界。不过我们再加速一下好了，不然我们要上去很累，所以。啪回到这边才正确嘛，我们加快影片流程，所以下一个步骤就是下一步骤什么哦，我们要做我们的，可以啦，一定行，诶，这个远距离采集，我们等一下可以用在那个打中介龙，我们去破坏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中介之心，是叫中介之心吗？随便啦，反正就是那个会爆炸那个，飞啊！出发！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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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还可以边飞边享受我的烤猪肉，多么幸福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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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概飞个两段或三段的时候再重测一次。哎，这个小岛，我们到了一座小岛了。轰炸机来咯、哦、抱歉哦，这边啦，找到了，在这一区 OK 那个走开有了，到了，隔墙有眼，杜宇，哎，还抓到一个钻石，哎，等一下，我想把钻石挖起来，可以拿吗？拿个钻石，哎，赚一个成就，赚烂了，有了 ，OK， 我们去打中介龙吧，出发，不知道有没有中介龙妹子，机器飞起来，出发 ，OK， 我们先把上面那个打掉，我不知道这么远可不可以挖。可以耶、欸，可以挖耶、欸！你看我在挖，我好像打不到、欸，为什么打不到？白痴哦、喔，白痴哦、喔！哇，这个设计没有设计好，尴尬了！我也可以远距离挖，结果不行，飞上去。我们是用头撞的，鱼啊 ，bang， 直接把它撞掉。用头撞的也行啊，
肥啊！哦，有了有了，炸到了炸到了！哎，这个一发蛮痛的哦，这个一发蛮痛的。哎，没炸到！哎，这个 timing 太难抓了啦！哎，屁啦，这样没炸到，这跟我开玩笑！哎呀，走开啦！干嘛？干嘛？把你们全部变妹子哦！哈哈。把球变妹子，受不了！来来来了！屁啊！哎呦呦，炸到了！呦呦呦！这个点有点难抓，但猪炸炸得到，有点像床炸的感觉。不过炸到头有点难。可以可以可以，我们一直把它往上炸！耶、yeah, ，它就下不来了！哦耶！最后一滴血用我们的僵尸手手。干嘛、啊？僵尸，走开！我把你变妹子哦！变妹子，闭嘴！等一下，他跑掉了啦！哦哟，猪猪炸，猪猪炸，炸不到！猪猪炸弹！哇，那个有点像烟火哎！新年快乐！耶、yeah! ！打败中介龙了。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如麦发誓啦。如果麦块里面可以把生物变成妹子，会发生什么事呢？什么生物可以变成妹子？它又有什么装备可以给你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以上就是今天的如麦发誓啦。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喽。如果喜欢这边，大家想没有发誓跟没有想就说来算一下的你，怕什么？一代牛熊猫，我们下影片再见喽。拜拜。